好了，来看，说这是一个男小男孩的八字，今年壬申年，才27岁吧，然后那个他的时间不准确，因为太公七门排这个命理盘嘛，要从月上逆推这个时辰所落的宫位是运宫，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个时间盘给他排的了。那时间排出来盘以后呢，发现他的这个命盘呢，真的很不错。就是说，运在珍珠门为富贵吉祥之门，将来呢早晚都会，富贵荣华。再加上说他这个八字本身就有一个五，所以说对他这个运宫起到了助力的一个作用。然后呢，青龙进入运宫，说明这小孩特别慈善呐、善良啊。然后那个月星宅里，那就他有一种慈悲善良也想多做善事，广积功德嘛。再主要是说配上中宫这颗星，中宫这颗星是太阳星，太阳星和月亮星配到一起以后，那么就主他这个为人，就是说心地善良啊，有时候特别那个感性啊。但是唯一不美的是说，虽然运宫在这个里面进了月星了，但是中午是不能发光啊，对吧？哎，这是属于这个日月争辉的这么一种相啊。那最主要的是说，男孩子运宫在对宫，说明他现在正在走桃花运呢，啊，也就是说桃花临身这么一种相。但是我们看一下子说，那都无所谓，那是他的一个福报的，对吧？那我们看这个财宫，财宫在寅木，加上他的正室生在正月，他本人就生在正月，然后天干水，所以说这个小男孩呢，将来是会赚钱也会找钱啊，钱财对于他来讲呢，以后不会缺的。最主要就是说他应该是走仕途运的。为什么财在天门啊？这里是财配印，最主要的是说还不能这么看，因为他的年月日没八字里没有水呀、啊，那一定是说他不会去做生意。但是呢，说是不做生意，因为天干毕竟是水来生嘛，所以说第一他不缺钱，第二呢，偶尔他也会这会儿弄点钱，那点弄点钱，以后呢，他就是说财运方面上也会比较不错的。但是呢，他里面金星在里呢，现在有点月光主相，为什么他花钱随性啊？而且呢，前金克这个银木，又来泄更土，所以说他花钱就是说没有算计，想花就花，这是属于这么。他有的时候还想攒钱，这钱攒一冲动钱就没了，一冲动钱就没了，是这么一种相的。但是我们说了说，他这个从命理来讲说，今年是他的亥水之年，亥水之年呢要冲克他的运宫的，然后来泄的运，所以说今年他这个运程运气来讲呢也没有到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看他的官禄宫和事业宫，官禄宫和事业宫，那就是说我们说了，说戌土受两个辰来冲，那他的事业就多变化多动了啊，而且呢，有一个有来害，说明他现在事业做的并不是说很旺，也不是说很好啊。但是他的八字里有寅午有午啊，所以说缺虚啊，所以说年月日时这都不限虚啊，这就说明说他要等待天时啊，等什么呀？这刚过虚年呢，所以说到亥年，他等到下一个虚运的时候，那就是还要过12年，然后他才能形成寅午虚富贵格局，那时候他可能也就37、38了，那也正好是如狼似虎的这个年龄和岁月。但是他动好不好，你会发现他越动越好啊，他反倒要不动事业不动呢，反倒停止不前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这个辰天干是庚是金呢、辰来冲他事业工作都变化，但天干来助啊，因为虚土里面藏金呢、啊、所以说他动是好事，不动才不好呢，这是我们讲了。总体的来讲说，未来的前途呢是无可限量，而且呢，本人的这个小孩呢，如果能够静下心来的话，因为日星和月星都是在变动嘛，他能控制一下自己的花钱，其实也用不着控制，财运旺的时候根本就钱不是省下来的，钱是花出来的啊。你会发现能赚钱的人他一定会花钱，但是会花钱的人他也一定会赚钱
这我们说的今年是亥年，他的财在寅木，亥水生寅木啊，他在今年开始走财运运了。那么我们他呢，未来几年亥水、子水、丑土里面藏水，寅木到财年，他这几年财运是非常不错，事业方面上呢还不是那么很容易，事业不会太稳定，他的事业就会属于那种我们说变动来变动去，变动来变动去的。但是两个辰土啊，两个辰土又代表的他的配偶宫啊，对吧？两个辰土代表配偶宫，这就说明日为当下为眼前呢，他现在这个配偶里面进二星了，进二星他就有的时候他就愿意查手机啊，小心眼啊，然后一心一虑啊，弄不好一哭二闹三上吊，但是人绝对是一个好人的。但你会发现他日上出现的时上还会出现，这就说明这个还不是他的正缘呢。他的正缘他后面肯定有一个。所以说有人问说，当我出现第一任和第二任的时候选择哪一个，当然要第二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第一任能够完全占满你的心灵，他就不会有第二任出现了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未来也就是说这一看也是一个犯桃花运的这么一个命局。总体的来讲，这一年当中说正月是你的财年，但是呢天干化泄呀，所以说你正月还要出财呀。他你会发现丙丁正月二月虽然有点固定财源，都是泄你的财源。那么到了运宫的时候，五火为庚金呢，我克者必我所求，还要克你的钱财。所以说这个时候呢，你到月是到四五月份的时候呢，反而你的财运财源会有一些压力的。说到了七月寅申相冲的时候，天干水来助啊，所以说你今年七月份的时候财运回旺，八月份的时候呢癸水紧，九月份的时候寅午戌化三合局，今年九月份的时候会很好的。然后往后亥水年、子水年，也就是说你从今年到七月、八月、九月、十月、十一月、十二月都会很不错。唯独的就是说上半年花销比较大，都是泄你的钱财的。百无谨记这么一个卦，等待着奋斗努力加油吧。